年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今天开始，一连三天在圆山的花博公园登场。很多的知名店家哦，除了端出他们经典招牌菜之外，也不忘端出店里吃不到的独家牛肉面。利落手劲剁下超大 size 的肥美龙虾，倒入红烧浓醇汤头和鲜嫩牛肉，飘散鲜甜海味的牛肉面霸气端上桌。融合了那个海鲜的鲜甜，然后还有那个番茄的甜味，然后牛肉也非常软嫩，有龙虾看起来比较好吃。是有海陆牛肉面冲击视觉味觉，台北国际牛肉面节七号登场，号召27家知名店家，其中各有12家端出独家风味，像是台湾一品拉面与刀削面，找来神队友超大龙虾混搭牛肉面，一天限量10碗。里面加了番茄，所以必须要融合在一起，才有把它的味道鲜美。创意料理，所以不让它有更有霸气，觉得是海陆都吃得到，一次满足。大火炙烤和牛，逼出浓郁油脂香气。洪师傅牛肉面选用重量级稀有的牛腱头，还有软中带筋的蜂巢肚案，直勾牛肉面控。一头牛的后腱腱子心，一头牛就2个，我们挑腱子心的头，所以一头牛只能做1个。牛的香度加上我们牛筋的 Q 度，然后牛肚案的那个嚼嚼感非常好。我们一天一只要5万个人啊。下重本的还有杜康实验所炙烧锁住香浓肉汁的牛乐战斧排，经过酥肥烹调和甘醇汤头融合，不忘加入安康鱼干酱，还有高档金箔。用的是美国战斧，然后裁切1公分之后，用酥肥的方式哦，让它达到它的软嫩。重点是加了安康鱼的鱼干。做浓入汤头的部分。除了经典不败的牛肉面，各大店家加入奢华海鲜的灵魂配角，吸引饕客闻香而来，就盼能异军突起。记者吴振宇台北报道。